咗。你讲紧真系十几年前啦，而家变咗样。红军小子起唔到炉。咁今日咧就系 program 嘅第七日啦，即系啱啱好一半嘅旅程啦。咁今日咧就会同上次 kick kick day 嗰三个女仔咧一起去做运动啦，跟住就会去一个朋友屋企烧嘢食同埋打麻雀嘅，咁就有手部运动同埋全身嘅运动啦。咁所以咧而家就等紧佢哋过嚟，因为我行过去咧系三分钟嘅路程嘅啫，咁就打一个钟羽毛球，跟住就会去买烧嘢食嘅嘢食啦，跟住就会去。咁我哋转头见。我啱啱咧竟然唔记得拎最重要嘅嘢咯，就系个球拍咯。跟住即系搭 lift 上翻嚟，叫我老豆递俾我。而家再落去啦。打到而家差唔多夠鐘，好攰啊！而家企喺呢邊呢度咧，因為佢今日咧 end camp 啊，所以我要 set 波俾佢打，好攰啊！但我好中意玩球。打完到而家，我翻咗屋企冲个凉先，因为实在太热啦。啊，跟住佢哋就去咗买宵夜食嘅嘢先啦。咁我而家就翻屋企冲个凉，拎埋啲嘢，因为今晚会翻我男朋友屋企嗰边，所以就啊，翻去冲凉先，再见。Hello， 我而家就准备出门口啦，执埋啲嘢。我想讲咧，我以前就喺呢个位度买零食啦，但系而家执咗。系讲紧即系十几年前啦，而家变咗样。咁我睇下第二间，第二间会唔会有？最
後乜都買唔到咯。而家咧，我去的士站揾佢哋，佢哋已經買完嘢食咧，我冇幫手買添，好 guilty 啊！我而家。進步，理我啦喂！收手，收手，收手！耶！哎，好 Q 啊！それは進んであなたのもとへいつかは私もあなたと共に1,2,3 のいつもできてねいつも私はここで待ってるから而家打完牌啦，跟住落去俾大家睇下場面。我哋已經 ready 好燒嘢食。珍寶 ，Hello 我哋而家分工合作，上翻樓上幫手透露，樓下已經救人。珍寶，喂，出去！出去，拜拜。個月亮勁靚咯，冇嘢教你哋繼續等。呢個係七個月嘅孕婦，介紹翻阿 Sa。我哋而家遇到物難題就係未起到爐。你係咩？你係童軍啊？係啊，童軍小子起唔到爐。什麼班？我剛剛幫你配了幾夜了，已經。喂，唔該。而家走咯，而家搭的士出翻去，跟住我就再搭一程长途车翻我男朋友屋企。好饱啊！
再见。Hello， 我终于回到家了，历时个半钟，因为我等了半个钟车，刚刚望车尾咯，劲惨。咁我而家咧就要快啲去洗头冲凉，个头又臭啦，烧完嘢食个身又臭啦，臭崩崩。但我想讲咧，个 TRM 系真系好犀利。我平时食到劲饱嘅时候咧，个肚系成个凸晒出嚟啦，但系依家咧我个肚咧。这个刚刚吃完的，我平时是不懂得整回个肚子出来，虽然都有少少啦，但是是没有以前那么夸张咯，所以我会接下来这7天继续努力。如果喜欢这条片的话，就记得 like, comment, share 和 subscribe 我这个 YouTube channel， 记得 follow 我的 IG， 我们下条片再见，拜拜。